乐手，大提琴老师张大文。哇，这个写完很棒很棒。对，然后我们的手风琴陈希智。谢谢陈老师，谢谢。刚才邓永贤的曲子就是陈老师编的。哦。好，这个钢琴，陈依兰 ，K。我们接下来呢，非常棒。刚才说过要带来这个最纯粹的这个阿根廷 Tango， 那我们带来一首演奏曲，这是阿根廷的作曲家皮拉佐拉，他最有名的一首歌叫做《自由 Tango》，也送给我们现场，谢谢。那个人家说这个 Tango 音乐啊，就是可以感受到那种生命的激情，非常像冰跟火撞击在一起的感觉，非常过瘾啊。好，准备一条歌曲呢，带来爱情的狭隘啊，带来自己创作的歌曲叫做《该散眠》，客家话该散眠呢就是那三年的意思。其实呢，每个人生命里面呢都有一个最美好的时光，有些人是童年，有些人可能是初恋，有些人是高中时代。 Anyway， 这首歌献给大家生命中里面的最美好的一段时光，该散眠，谢谢。
银行记得么？过去的欢乐，现实需要几多？亮亮的风中，点点的成功，的理想行过。几多年了，你敢是长春美丽依旧呢？敢是对爱有一丝依恋么？你是雅兄完全为你你还记得吗？你总是温柔看的爱微笑，纯真的目光弯弯的在各乡乡跳那舞。几多年了，爱无法突将感情表达了，爱无法突不记得你的我，连叹气也是上天。一切衷心的为你来祈求祝愿，希望你幸福身体康健，希望你平安虽然在天边，阿该三年平安一切最快乐一段时间，送给大家生命里面最美丽的一段时光，也愿大家每天都这么快乐，好不好？嗯，哦吼吼吼吼吼，哦哈哈哈哈，哦哈哈哈，哦吼吼吼，哦吼吼吼，哦吼吼。你还记得吗？你总是温柔看的爱微微笑，纯真的目光弯弯的在各乡乡跳那舞。几多年了，你敢是长春美丽依旧呢？敢是对爱有一丝依恋么？你是雅兄完全为你。岁岁年年，恩爱甘甜，牺牲一切，衷心的为你来祈求祝愿。希望你幸福，身体康健，希望你快乐，虽然在天边，阿该三年，平安一切，最快乐一段时间，阿该三年。平安人生最快乐一段时间，全部抬起啊，谢谢，该上面什么什么雨薇以及我们纯粹探戈乐团，谢谢你们，再一次谢谢我们的雨薇老师，谢谢我们三位最优质最棒的音乐家。